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二月十四号，旧历的正月二十四号，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白沙屯姜天姜妈祖九天八暝进行活动，超过18人的盛会，14号透早6点，按台中市进入彰化县。县长王惠美嘛准备请花天成接驾。彰化县开春头一场的大型运动比赛，112年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为期4天的竞技，请3439位的运动好手来参加。彰化县政府今年会连续来举办6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头一场就是2月25号伫个南桂国小，现场将提供超过1000个职缺，予民众来到现场找头路。好，来乡亲啊，新闻一开始来看宗教界的大代志。一年一度白沙屯妈祖南下北港进香的第三天，14号透早6点哦，按台中市进入到咱彰化县，县长王惠美嘛踮伫咧中彰交界大道桥头，准备着青花来虔诚接驾。早起8点左右，妈祖的銮轿嘛第二届停驾伫咧彰化县政府头前的广场，声大批信徒到场拜拜。白沙屯姜天姜妈祖九天八暝步行进行活动，14号精灵节即天，按台中市进入彰化县，县长王惠美透早6点，甲信众伫台中彰化交界大道桥头迎接信驾。粉红超跑伫数万信众的陪伴之下，一路行金马路，再过转离去第一线，伫彰化县政府广场停下歇困。县长王惠美率领管护团队准备神火扫果，热情接驾。在祈求，因为哦，这个妈祖的这个真的是会让大家第一个心很安，再来就是赐福给大家。那为什么会持续有这么多人追妈祖？它一定有它的道理。那所以说，它能够的来的话，可能就是让我们乡亲更放心，然后更能够加持我们乡亲。那因为说真的，我们在基层跑，真的感受到这段时间来景气真的非常的不好。那也相信这一次妈祖赐福完之后，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都能够兴盛。因为彰化县哈，嘛是咱联谊会，也是挂遐个台南新路，搭搭往那上车的所在，啊，伫遮嘛真热情，啊，伊准备着点心特产吼，嘛是伫遮往那有帮咱准备，啊，伫遮真正感谢，啊，今仔看到彰化遐个迄个所办做个迄个台南新路吼，啊，今仔要感谢，我感谢伊。王惠美指出，今仔日是2月14号精灵节，除了大声向妈祖表示爱意，也提醒信众天气转冷，爱记把身体顾好。另外，乡亲提供食物、饮料，予信众享用，希望信众拢会当平平安安行完这段妈祖之路。粉红超跑沿途也特别来甲南寮姜妈祖拍一声招呼，而且停驾彰化秀团病院为医护人员病人祈福。在彰化新闻也放有彰化彩虹报道。同款真热闹的，还有一个彰化县开春头一场大型的运动比赛，就是这个112年中小学联合运动会，按12号开始，连续4天，伫个彰化县立体育场来进行。这届比赛哦，总共是请到彰化县内210间高中职以及国中小，总共3439位的运动好手来参加比赛。这场比赛买来选出优秀选手，代表彰化县参加全国的比赛。河北高中的跳高选手代表运动员宣誓。这是代表观音华九岁。
今年的中小学联合运动会，总共有210间学校3439位选手参加各项目的竞赛，每一位选手都是各校的精英，透过竞赛来展现平常时的训练成果。为着替选手加油打气，馆长王奎美嘛专工来到现场，除了勉励选手，嘛感谢老师甲教练的辛苦。啊，最主要咱办这个运动会，就是要让咱的囡仔有一个好的体魄。啊，咱的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选拔出咱的中华馆上优秀的选手，代表咱中华馆参加咱四月、五月在全国的这个啊比赛。那顶年度咱拢总的金牌13名，银牌25名，啊铜牌16名，拢总有61名的这个啊奖的奖牌回来。希望今年会阁有更加好的这个成果哈。王惠美进一步指出，彰化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选拔出来选手，将代表彰化县进军全国赛，亲像去年的全中运，咱彰化就有真好的表现。希望今年的各项全国性赛事，咱彰化囡仔会当超越过去，再创佳绩。大专新闻，中向彰化彩虹报道。好，继续来看协助县内求职转职的劳工朋友会当顺利就业。彰化县政府伫咧今年度会陆续来举办着六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首先登场的是2月25号伫咧南桂国小举办的大型就业博览会，现场卖来提供着超过1000个即款互乡亲来到现场做头路。管护劳工处今年同款规划了六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月25号礼拜六要伫咧南桂国小举办第一场，现场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而且拢是现场媒合，让求职者当场就当知影结果。那第一场会是在我们2月25号，那接着就是3、5、7、8、10，那六场次，那最主要每一个场次都会提供1000多个一个职缺，让我们想要找工作的朋友有这个一次就可以面试好多家，让你呢找到你适当的工作。那我们也让企业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呢啊。吸引到更多的人才进来到公司哦。出席记者会的彰化迎宾服务处处长表示，迎宾朋友唔那好上升官，佫较有真大抗压能力，希望企业主会当多多聘用替我官兵。企业在征才啊，是既有一个人格特质很需要的，所以我这边拜托我们各工会理事长，还有我们企业厂商代表，在相同条件下，能够优先聘用我们退出役官兵。让他们啊在营的安心保家卫国，退役之后能够顺利的衔接职场。乐冈处强调，今年除了规划六场大型就业博览会以外，也有超过200场的小型征才活动，搁较开办多项职业训练课程，协助民众强化本身的竞争力，增加一场优势。大专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合肥镇农会落实到市农教育的精神，用在地优质农产水果做出真澎湃、够好食的火锅料理哦。今麦咱先休喘一下，稍等下来看麦。过底到啊，芝麻大，买酒钱无，星光当铺合你客。星光当铺放款快，利息低，服务好，全资金找星光，电话请卡761000。回来了，咦，人呢？这阳台有 WiFi 吗？妈，厕所里也有。衣柜里面竟然也有 WiFi？ 因为我们家有凯擘大宽频啊。凯擘大宽频 WiFi 满屋，三台 Mesh 提升讯号覆盖率，让你全屋漫游。现在申办 WiFi 满屋，只要999，给你十全十美的 WiFi 环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拨0809-009-658。
的新闻现场，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正月二十五号。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东南方，好时是在起九点到十一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为着要让学生了解到蔬菜是安怎按这个产地到餐桌顶头变成一出一出的营养健康又够安心的料理，福建乡育成国小的志刚老师特别带着学生今日去校园的农场买菜，搁把采收落来红菜头以及白菜提去洗这个泡菜。把那个盐搅拌均匀的粘在那个叶片上面，这样。听着老师甲代表年会经的口令，学生挂起手套，落盐了后，用双手来去拌菜，准备要来洗泡菜。老师一开始叫我们种菜，到现在我们有做有机的除虫液，还有按时浇水施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现在也可以做成泡菜，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可以做酱汁、切火锅，还有那个洗菜，加上把盐和菜弄在一起。福兴乡育成国小推广食农教育，志刚老师是将学生种的白菜、红菜头起来做成泡菜。泡菜洗好了后，老师给囡仔马上品尝，就一嘴啊，亲手做的泡菜夹肉，幸福表情都写在面上。非常幸福。怎么说？大家的爱都在里面。今年申请食农教育已经是第四年了。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由校园的一个角落，然后推动我们的一个食农教育，让小朋友能够接触日常生活的一些食物。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泡菜，不管是大白菜或者是红萝卜，都是我们小朋友自己亲手去栽种的。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栽种以后，让小朋友亲自去品尝，我觉得可以融入他们日常生活中，这也是我们在十二年课纲里面要让小朋友带着走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小朋友真正能够动手去做，然后去体验，然后从成果也可以享用。就有这个体验活动，校方希望会当达成食农教育的目的，也让学生亲目睭看到实在生产过程。非常感谢林校长跟家长方的带领之下，可以让小朋友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因为食农教育，它主要是要让小朋友知道农民的辛苦，然后知道就是不能浪费食物，然后食物的珍贵性。对，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林校长跟家长会长的带领之下，可以让小朋友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科技发达现代，囡仔对农作是愈来愈成熟，也欠缺熟悉。因此，育成国小特别结合各项资源，加强学童对食农价值了解，和食农教育向下定军。在中华新闻林桂英、贺欣彩虹报道。好，过来看中华民国农会甲园林农工举办农业季节体验营队的活动，向下定军，培育更加多农业人才。合肥镇农会嘛特别来安排着鲜奶酪 DIY 体验活动，利用在地农民所种植的沙水果类菜、黄金花叶菜、乌木耳等食材做成花果，落实着实在地食当季的食农教育精神。为了向下定军，培育更加侪农业人才，中华民国农会甲园林农工办理农业季节体验活动，锻炼学生来到河滨镇农会来参访。为了老师食农教育精神，河滨农会也特别安排鲜奶酪、茶叶蛋等 DIY 体验活动。那和美镇农会提供我们的食农教育，让小朋友能够来我们这边做一个酪农的鲜奶酪的 DIY 以及茶叶蛋的制作。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给他在地的食材，我们有新鲜的雪脆高丽菜，然后紫色花椰菜、黄金花椰菜、新疆菜，这是由我们当地的青农所提供。那同时也提供我们万生生技农场的有机菇类，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地的转点啊贡丸哈，
可以给我们师生来品尝，从产地到餐桌，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教育，可以让学生在职涯探访，对农业有兴趣，然后可以永续农业发展农会。活动当头戏就是澎湃火锅，这顶火锅的食材是结合在地青农所种植的雪菜、高丽菜、黄金加紫色的花菜，还有金针菇、红喜菇，我们拟定优质的在地农产品。希望借此来传递实在地、上当季的食农教育精神。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为着要让学生有更多生活体验，保扬国中举办着国小机制体验营的活动。透过活动，希望让小学生学习生活美学的课程，丰富生活，也学习无同款的职业技能。学生依照老师教的方法，亲身动手做出创意的制作品，也感觉真趣味。的一个活动主要是以生活创意美学的生活美学创意 DIY 的植栽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以水培植物跟我们的一个鱼类共生为主，所以今天的活动项目里面，除了介绍各种的一个植栽之外呢，主要的活动也在于让学生了解到在鱼类的一个生存跟我们的植栽如何做一个结合。那学生如何去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如何去做维护跟养护，那也融入了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活动，让学生能够在这个活动中能够有多元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透过关键老师的说明，除了让学生更加了解植物知识，也让小学生了解到各行各业知识，更加会当家己亲身动手学习，全是课本以外的生活知识。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保阳彩虹报道。河北镇平社区举办樱花红菜嘉年华的活动，安排镇宝贝展现本能的活力，讲过过后，做回来欣赏精彩表演。大家好，我是罗一军。十月十一号开始，指挥中心已经照专家建议，开放十八岁以上成年人拢会当注注射疫苗来做追加剂哦。特别是有糖尿病、癌症、中风，也是心、脾、肝、肾这慢性病的民众，强烈建议追加一剂注射疫苗，会当有效降低感染重症甲死亡的风险。注射疫苗是针对今年流行的 Omicron 病毒株设计，保护力更加好。更加会当预防目前 BA.5 甲新型变异株造成的威胁。无论是毋是慢性病，注射之前拢会有医师评估，确认身体状况稳定，才阁安排注射。注注射疫苗，提升自我保护力。哇，爸爸那是什么 ？Magic， 巫术型凯擘大电视，还有哇 ，Disney Plus。无数型凯擘大电视零元带回家 ，Disney Plus My Video 无限看，再升级 4K Enjoy Box。天竺鼠之叉，除了零元带电视套餐，还有智慧电视盒派云端游戏套餐哦。凯擘大宽屏，你的娱乐行家。처음데뷔했을때15년할생각은솔직히없었거든평생함께하자하지만언제까지일지모르는거라서안해하나도안한다고정하지마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 50%， 快播0809-009-658。来报道彰化新闻，继续来看彰化市区内哦，老旧主体真多，有建设公司透过奖励危险老建物改建的计划，准备要伫咧彰化市民生国小的头前，起一栋有14层老高的集合主体。
建设公司也来把握着开工动土典礼机会，甲彰化市社会救济事业协会联手提供民生物资加礼金，予当地170个贫民户，希望带来抛砖引玉的效果，予更加侪社会大众加入关怀弱势行列。一合适主题的动工典礼来了真多电风头人，建设公司举办重点的动工仪式，要伫遮起大楼。最特别的是，建商利用这个楼地的机会，透过彰化市社会救济协会办理寒冬送暖活动。借由大家的共同参与，让我们社会更加安定祥和，也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延续这份爱心，让这个社会充满了爱跟希望。谢谢媒体朋友今天前来关心这个事情，感谢，再次感谢救济协会赖多明理事长、周继顺全理事长，以及各位辛苦的总干事、李监事们，以及很有爱心的会员们，捐助这些物资跟金钱来帮助我们关怀这些弱势的长者。彰化救济协会表示，真感谢彰化在地建设公司每年都来举办寒冬送暖，今年更加扩大办理，关心照顾彰化市170个弱势家庭的长辈。把咱协会71年来吼，拢一直咧经营吼，咱对社会弱势这个家庭吼，来伫咧关怀。今日特别欢喜吼，有甲咱这个啊做维尔蒂建筑团队吼，这个啊做我们的郭理事长，啊是阮救济协会吼，常务理事吼，伊对这個社会公益吼，叫爱心吼，今年都特别吼，阮扩大来举办了这个这冬令救济吼，来帮助一寡吼较弱势、较艰苦者，办一个很慰问，搁一个物件吼，互弄一个平安，会使咱当作非常关心咱一寡只弱势的市民，那是一个真好。建设公司董事长强调，希望建设团队的一点点啊小小心力，会当带来抛砖引玉的效果，让更加侪社会大众加入关怀弱势行列，做伙成为一挂长辈上有力的靠山。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合肥镇平社区举办樱花红菜嘉年华的活动。除了展现着镇宝贝活力满满的本土魅力以外，社区嘛甲即几冬时代竞赛成果用彩绘方式哦，画伫咧壁图顶悬，搭配着镇平社区的产业历史发展，大家做伙来写下属于镇平的故事。河滨镇平社区的镇宝贝古锥活力队成立以来，长辈南征北讨，参加真侪多年活力竞赛，甚至相当优秀。一挂风光记录也一一被记录伫彩绘壁面顶头，成为社区营造重点。樱花红彩嘉年华活动特别安排长辈用舞蹈来展现彩绘墙，带领大家在厝中温冬雪时光。我们镇平社区有举办一个萤火风采嘉年华，那透过这个活动呢，我们还有结合我们整个社区一个彩绘墙的一个镇平社区的整个严格，以及我们镇平高镇宝贝镇金高锥的整个活力秀，那都充分能够结合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文化以及活力。那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镇平社区游。那每一面的一个彩绘墙都有一面它的一个故事，那欢迎大家莅临来参观。活动中间有不少当地乡亲来看镇宝贝展现本土魅力，有一挂家属更加是全家出动力挺活动，看到长辈拢这么活力的模样，感觉真安慰。长辈在家里没事做嘛，那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有参与感，然后不会太闲，然后我们也不用担心他在家里没有人照顾，这样觉得不错，很棒。
乡总干事指出，天平乡溪仔围墙有地方产业发展的历史，有顶宝贝风光的记录，每一部作品都是属于顶平的故事甲意象。大家斗阵继续写咱顶平的故事。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来关心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价一零公一百八十八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7.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13.7元，中价9.1元，下价7.5元。各类菜上价17.5元，中价13.1元，下价8.7元。卡玛豆上价62.8元，中价47.7元，下价29.2元。布丁啊上价16.7元，中价13.8元，下价10元。花菜上价20.5元，中价16元，下价13.4元。今年啊菜上价18.4元，中价13.7元，下价10元。包心饼上价12.3元，中价9.2元，下价7.3元。葱头上价30.7元，中价26.8元，下价18.1元。菜头上价17.4元，中价13.4元，下价8.5元。白菜上价13.9元，中价11.1元，下价7.3元。番薯上价18.8元，中价14.8元，下价11.3元。青菜上价63.8元，中价41.9元，下价30元。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环境风场吹东北风，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是一个普通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的方面哦，同款是受到这个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咱中华地区的天气是好天侪云，日时冷冷，中昼过后高温来到16度至17度，早晚偏冷。乡亲衫裤是爱穿较少的哦，所以来关心各地区的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报道开拓您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
打破新频道，已全面焕发简讯账单喽！收到缴费通知简讯，可到各大超商或服务据点缴款，一指完成超便利。使用电子账单，不止环保，更爱地球。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 50%， 快播0809-009-658。